你把伯西利换下来，他在二层值班。又是我。那个里瓦里是真是烦人，别的牢房都是每班换一次，咱这两个小时就得换。没关系，没关系，这是最后一班了。为什么是最后一班？明天我们要换地方了。去哪儿？你别问，这是军事秘密，其实到哪儿都他妈是一样。喂，你。 Thank you.
我侄子说，这条地道大约有50来米长，以前没人走到底过，你得小心。你放心吧，一切都包在我身上。 事情糟了，我看见他了，他快爬到门口，被士兵发现了，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救他。 主教大人，主教大人，主教大人，什么？主教大人，怎么？
很对不起。已经很晚了。是的，本来我没想惊动您，可是布留姆上校求见，他已经在外面等了一会儿了。布留姆说是有非常紧急的事情一定要见，他知道您一向起来得很早。那好吧，请进。请原谅我的冒昧，主教阁下。但愿不是什么不愉快的事。很遗憾，主教阁下，消息不太令人愉快。列瓦雷是越狱逃跑，差一点得逞了。既然并没有得逞，那你又何必大惊小怪呢？这事是怎么发生的？狱卒在夜里3点钟巡逻时，发现了雷瓦雷时，他已经失去知觉，躺在院子里。狱卒马上发出警报，并且当时就向我本人做了报告。我看了雷瓦雷时的牢房，窗户铁栏全被锯断，他是用衬衣和床单编的绳索顺着窗户溜下去的。他根本不可能跳过监狱的高墙。他根本就没打算跳高墙，有人早就把通往地道的门给他打开了。谁给他打开的？我们正在调查。门的钥匙挂在值班室，可能是雷瓦雷什的同伙收买了哪个狱卒。他怎么会失去了知觉呢？摔下去的？不是。御医在雷瓦雷什身上没有发现任何摔伤的痕迹，不可思议！一个病人绝不可能用一把小小的锉刀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锉断牢房窗户那8根铁柱的栏杆。这种事情身体强壮的人都很难做到，但他几乎要成功了。他晕倒的地方离地道的门只有几步远。他自己怎么说？他现在还没醒。你为什么要特地来告诉我这件事？这样的事不属于我处置的范围。原谅我直言，主教阁下，是您坚持要给他去掉镣铐。您忘了吗？先生去世了。
我的侄子。哦，就是那个叫蟋蟀的狱卒，他告诉我利瓦雷是拿到信和锯条以后马上就动手了，尽管他很虚弱，可还是把铁栏杆全锯断了，还逃了出来，爬了很长一段路。他说利瓦雷是被发现的时候是躺在地上的，他口吐白沫，昏迷不醒。蟋蟀说他已经把地道口上的铁锁打开了，而列瓦列士就在附近。一个士兵看见地上躺着个人就大声叫了起来，这一下就把所有人都叫来了。列瓦列士这时候才醒过来，怎么会眼看着到地道口就不省人事了呢？唉，就差那么几步。马尔提尼，你在听我说话吗？什么？是的，我们已经把什么都安排好了，可是这么一来就全完了。他一定哭撑了很久了，一定用尽了力气，最后就病复发昏倒了。不走运的列瓦烈士，你知道蟋蟀怎么样？没被发现吧？特雷奇审问了每一个狱卒，谁也没有承认。列瓦雷士当然不会说，布留姆上校把监狱全部警卫连同狱卒一起全都调到洛伦索监狱去了。奥地利军的一个机动分队接管了古堡监狱的管理，特雷奇上尉被任命为古堡监狱的新狱长。这样一来我们和监狱里断了联系，也很难再帮助列瓦雷士了。嘘，这事儿他怎么想？他不说话也不哭，两天了。波拉夫人，我走了，您还有什么事吗？他心情糟透了，一下子受到了两个打击，很难用话语安慰他。你回去陪他吧。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情。我能猜得到你在想些什么。别再抱希望组织第二次越狱。米歇尔上一次行动是为了把牛虻救出来，这一回是为了拯救波拉夫人。无论是为了谁，总得要有可能才行。马尔提尼，我看得出你爱他，可米歇尔对他来说，列瓦烈士比我更重要。他现在已经失去了丈夫，他不能再失去列瓦烈士。如果放弃列瓦烈士，琼玛他不会原谅自己，我也永远不会原谅自己。你的这个意见让我好好想想。一个是要考虑时间，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留给我们；一个是钱，这可需要很多的钱。钱的事我来，无论要花多少钱都可以。只要能够减轻波拉夫人的忧伤，你去想办法，找人来，找一些可靠的人来。无论如何，我们也要把他救出来。哎，我想到了，
一个主意。迎圣体节的那一天，在游行队伍就要接近城堡监狱的时候，如果我挡住不留木的去路，当面向他开枪，那么所有哨兵一定会冲过来抓我。那个时候，你们的人也许就可以趁乱冲进城堡监狱，干掉里面那些守卫的士兵，然后救出里瓦烈士。我怀疑这事能不能行。要想把这事做成，还得仔细研究方案。但是如果真的可行，定出方案来，你真的愿意干吗？愿意。小姐，波拉夫人在家吗？在，你进来，我去通报。夫人，七代小姐来了。啊，请她进来。啊，夫人，您来我真高兴。我给你带来件礼物。我的职责是不让犯人越狱逃跑，伤口愈合的事儿我可不负责任，可我得履行自己的职责。我请您把皮带哪怕放松一点点。不行。尊敬的上尉，你听他在说鸦片，在请求给他鸦片，这也就说明他疼得不能再忍受了。不行，他是装的。你很清楚鸦片是什么，他会拿去收买士兵。你要知道，这家伙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这怎么可能？把他绑成这样，连动都不能动。别说了，这种事不用你操心。离奇上尉，这是酷刑，法律不允许这样。这我知道，维尔德医生，可法律没有关于鸦片的条款。那么皮带呢？哪一条法律中提到可以这样？我不想再听你啰嗦了。既然我做了，那就是证明他有充分的理由。哼，我说费德里卡，你真是个好人。听说您女儿长得很漂亮，我要是再年轻点就会向她求婚了。这是怎么搞的？这么黑呀？这街上怎么没有路灯啊？你胡说什么路灯啊，老兄？这是在我的酒窖里呢，全是酒。胡说，快走，你快把我送回家去吧。你笑死我了。我哪知道你的家在哪儿啊？战争就是战争，炸掉了我一条腿，老婆也把我赶出了家门，让我四处流浪，无家可归。你这个该诅咒的该死的战争。有那么一次，在波兰打仗，我迷了路，找不到连队了，街上没有路灯，你信吗？这话你信吗？信，我信。但这里可不是街道，是酒窖。酒窖？你是想说我眼睛瞎了？我看你还是带我回家去吧。不。说你喝多了，我把你送回家去吧，跟我走，别往那儿走，往这边走啊。不，我要去那儿。去那儿。那边通向监狱。你怎么想到监狱去吗？想啊，送我去监狱，我要在那儿睡个够。
我过去可太容易了啊！打这儿往前50米，你就到监狱的墙根儿了。墙根儿，那你就带我去，去监狱，去。那里又不是个通道，是监狱的地基，你过不去的。那我不是去不了监狱了？是啊，你进不去，你进不去的。喂，你说从这儿到监狱有50米？啊，对，到监狱有50米。算了，兄弟，你去不了，走吧，走吧，走吧。战争就是战争，小心一点，斩掉了我一条腿，把我赶出了家门，要不也把我赶出了家门。这是监狱的墙。这里就是他的酒窖，酒窖的顶是拱形的，最高处有1人多高，两边堆满了酒桶，不过大部分都是空的。酒馆老板说，与地面平行往监狱方向挖进50米，那就会碰上监狱外墙的墙根，要挖穿围墙并不难。等等，酒馆老板干嘛这么说？会不会是密探？我看很有可能。酒馆开了好多年，很可能与警方有联系。我倒没感觉他像是个密探，他对警方好像并没有好感。他说常受奥地利士兵的骚扰，很想把酒馆给卖掉。这话他对马尔蒂尼也说过，他说布留姆少校要在他旁边也开个酒馆，这样一来他的生意就没法做下去了。也许这是布留姆故意放出来的谎言，好让我们相信这老板。我想不会，马尔提尼那么聪明的人，难道也被老板给骗了？马尔提尼先生对我说，他已经决定把他的小酒馆买下来。原来不是打算英圣体节那天让我们带人去劫狱吗？没时间了，布留姆上校随时都可能把列瓦雷士给绞死，我们等不及了。是要向外面转达。谁让你来的？他没有说名字，只让我告诉你说朋友们在惦记着你。来，还有呢？还说他们正准备救你，让你千万不要泄气。你不怕我告发你吗？他们会把你当作我的同谋给枪毙的。我不怕，我怎么会不害怕呢？可我是穷人，他们给我钱，如果我能帮你的话，他们还会给我更多的钱。所以如果您有什么事需要我，有吗？转告布留姆上校。给布留姆？没错，请告诉他，他卖给我的那批武器已经运到起义者的手里了，你请他放心。对，滚吧，去找你的布留姆上校去吧，快滚出去。老板，酒。就来就来。你把酒送过去。好的。
先生，这是你。我这酒馆的生意啊，在布利西盖拉市也算得上数一数二。您要是不相信，可以去打听打听，不是吹，每年赚到手的啊，也能说得上可观。该感谢上帝。你开个价吧。还有酒窖的库存，在这个城里没人能和我相比。你想要多少？您打算给多少？一万里拉。我先生，你也知道，现在正是酒店的经营旺季，我可不想现。那就一万五怎么样？我是打算再经营个一年半载的，要不然的话就一万八。好吧，成交。但是必须今天办完全部。先生，您可真是个大好人，我马上就把账目结清楚，收拾行李，明天就走人。这杯，您那位朋友不想喝吗？哪个朋友？就那位坐在门口的那一位。您看他还假装不认识你。喂，你过来。我？对，就是你。
我认识你吗？我？不，当然不认识。认识你，那不认识你，这都没什么关系。进了门就是朋友，是朋友，那就来喝酒。你们到这儿是来干什么来了？你们不相信我，我也是个意大利人。奥地利士兵把我的女儿给强奸了，我只好把她送到亲戚家去。你们成天在这转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那里关着你们的朋友，是不是？有人吗？啊，我去应付一下。姑娘呢？啊，朋友，来来来，请这边坐，请坐。那个吉普赛的姑娘哪儿去了？哎，她今天休息了。来喝杯酒吧，先生。既然来了，就进来喝两杯啊。不了，不了。啊，恕不远送。啊，来尝尝这酒，这可是好酒，平时我可是不拿出来的。这才叫好酒呢。哦，是我们家祖传的，我祖父培育的葡萄品种，我父亲开始酿这种酒。来干一杯吧，来干。来。我知道你们来找我，并不是对酒馆感兴趣，感兴趣的是我藏酒的酒窖。什么意思？嘿，因为那里可以挖条地道通向监狱，不是吗？你别胡说八道，这可是要掉脑袋的事。朋友，上次你喝醉酒难道不记得了？那天你装醉汉来我的酒窖侦查，愣往里走。这里每天都是人来人往，我习惯记住每个人的面孔，而且我还学会了听话听音，通过别人讲话猜出这个人是什么职业，还对他的人品做出评价。还是告诉我你们要救的是谁。流氓，弄乌龟。好，你们挖，我在上面帮你们盯着。先别忙着谈买酒馆的事儿，没有经验你们也不会经营，换了新店主还会引起警方的怀疑。是啊，不过嘛，你们还得先把钱付给我。地道要是被警方发现，那时候你们可得先让我跑，我不能死，我有老婆孩子，他们不能没我。行。这几个箱子先搬到我的卧室里，那些暂时放到客厅里好了，回头再来整理。先生。什么？您这是在搬家吗？是啊。这里不是马尔提尼先生的家吗？可不是嘛，女士，马尔提尼先生把房子卖给我了，我搬来了。女士，您是谁？马尔提尼先生的亲友吗？是的。这是为什么？我没有其他办法。竟然把心爱的房子也卖了。
我一个人要那么大房子干嘛？那些仆人呢？太好了，我的好朋友，你又激发起了我对生活的信心。安东尼，里面怎么样了？好像到古堡地基了，再往前挖土就硬了，挺费劲的，得勤换人，空气也少了。你出来歇会儿。干杯！干杯！干杯！宝贝儿，来跳个舞好吗？来来来，跳吧，来吧！这么久了，把酒拿过来。再干一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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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一起喝。是不是要喝？来，你输了，你输了。来，走吧。啊，再干一杯吧！啊，再喝过去。什么？你那个犯人又跑了？没有，只是星期四就是迎圣体节，在此之前有些事情需要安排。如果我们不解决雷瓦雷什的问题，就不能够保证节日期间城市的安宁。这一天会有很多人来参加庆典，他们当中一定会有很多暴乱分子，可能趁机攻打监狱，劫走雷瓦雷什。你怎么知道？城里的流言。对对对对，就是这样。这又怎么了？休息。行了，停下。看看他们哪一个像暴乱分子，要准备好明天凌晨把牛虻送到罗温那去。难道蒙台尼利主教不同意处死牛虻吗？叔叔，交给我吧，我带上机动部队，保证把犯人安全押送到罗温那去。我不能够让你去，我要向你爸爸负责。真有那么危险吗？这是注定要送命的。那主教只想到犯人，却对押送的士兵毫不关心。他仁慈，我就得当刽子手。你别去。不错嘛，托您的福，先生，您这份今天我请客了。跳舞的是你吗？上尉，您说什么？我什么时候在监狱门口跳过舞啊？您一定是认错人了吧，上尉？那批人早走了，
听说他们去了威尼斯了。小婊子别骗我，我看你就很像那个漂亮的吉普赛姑娘，在这儿搭牌子跳了一天。上尉，您准是看花眼了。我们这些吉普赛姑娘个个都能歌善舞，又很漂亮。来，里面氧气稀薄，呼吸太困难。今天挖进去多少？六米多。见鬼，太慢了。前面都是石头。听说了吗？今天的情况很特别，布留姆少校好像有动作。他一点半从司令部出来，两点到蒙台尼里府邸，紧接着去了监狱。监狱医生传出消息说，他们有可能提前处死牛氓，可是不知道具体计划，你们一定要加快进度。明天能不能挖得通？挖进去全是石头，特别费劲儿，进度快不了。得想办法加快进度，否则来不及。说谁呀？那个林瓦利什，他杀了我弟弟，我恨他，我一定要亲眼看着他下地狱。你得告诉我什么时候绞死他，在什么地方。这是军事秘密，我可不能告诉你。你别这样，你不说我就不给你玩了。你还挺厉害，你个小婊子还想威胁我。我告诉你，你可不能传出去，要送林瓦利什去拉温纳，明天凌晨就送走。这是机密，你要传出去，那我可要你的小脑袋瓜。来吧，向我们亲热亲热。真真你小婊子，还不快乖乖亲亲亲。我们一出去就全暴露了，就算打死他，明天他们也会找他，我们的事就会暴露，这样一来不就前功尽弃了吗？这样一向都是事后付款的。他们是对夫妻，来我的店里混饭吃的。知道他把谁打死了吗？我知道，打死了监狱长。这事儿还得请您多多的包涵。其实这事儿与本店无关，刚才在店里的事您也看见了，是外面来的，与本店无关呢。监狱长如果不死，
还好说，这要是死了，那就请您多美言几句了。等这事儿过来，我一定重谢，一定重谢。怎么回事？监狱长被他的男人打了。死去吧，死去吧！把他们抓起来，快点！是，来，起来，走。强奸我，还有人杀死了我的丈夫，你们为什么不管？你们这些强盗，你们是强盗，你们是强盗啊！放开我！这个人他是赶过来救上尉，强盗，放了他吧，把他放了。谢谢长官大恩大德，谢谢长官了。这个姑娘是我雇来的，您抬抬手放了他吧。他勾引军官，有伤风化，带走，带走。哎，放开我！放开我！放开！老板，明天天亮，你店里的宝贝当心让小偷偷走了，你可要看好了。你说怎么？小心，你店里那件宝贝明天天亮当心被偷走！放开我！舅妈，七大被抓走了。他临走的时候，对酒馆老板说。明天天亮前后一定要当心店里的宝贝会被小偷偷走，就是在说明天天亮就要把列瓦雷什押解到拉温那去。斯杰范，不走那条大路，那条路又近，路面又好。那条路上有埋伏在等着我们呢，得快点穿过去。全体快速前进。Thank you.
上帝，多米尼克，这不是多米尼克吗？是，怎么是他呀？怎么是你？多米尼克，多米尼克是，多米尼克，总算是见到你们了。多米尼克，怎么了？你醒醒！多米尼克，多米尼克，上帝，多米尼克。亲爱的舅妈，明天黎明我就要被枪决了。按照我们俩的说法，咋说就要收场了。我曾经答应过你，把我的一切都告诉你，现在看起来已经无法再拖延了。再说何必需要那么长的续缘呢？咱们从来就相互理解，甚至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是这样。亲爱的舅妈，不要再为那一记耳光折磨自己了。当然那一次对我的打击很重，但那之后我还承受了许多别的打击，可我毕竟挺了过来。明天早晨一切都要结束了，我想让你知道我非常快乐，非常幸福，再也不奢求命运做出更好的安排。请转告马尔提尼，这是我跟他告别的话。他是一个好人，一位好同志，从大学时代我就这么认为。亲爱的，我知道那些动用拷问和执行死刑的人，同时也给自己造成了更悲惨的结局。我相信你们活着的人能够团结在一起，勇敢地把我们的事业进行到底。你们将会成为伟大的历史事件的见证人，而我会怀着轻松愉快的心情去刑场，就像个放假回家的小学生。我已经完成了生活中属于我的那份工作，而且完成的不坏。他们判我死刑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们杀了我就是因为害怕我，因为我威胁了他们。这样我对人生还有什么要求呢？站在什么地方？
是你要求见我的。对，齐大好姑娘，你也参加革命了？参加革命？不，费利斯，依我看，革命是我的情敌。我是为了你，完全是为了你。斯杰夫也是为了你死的。对对，你终于嫁了一个好丈夫。记得，我要感谢上帝，是他让我有这机会当面对你说，你是个好女人，我对不起你。我记得，我为你感到骄傲。我一直对你不公平，这是我一生当中做的最丑陋的事情，请你原谅我。你不要再说了，菲利斯，有你这句话，你就不欠我的了。菲利斯，你们快放开我！菲利斯，你做临终忏悔吧。菲利斯，免了吧，神父。我一生没做过什么亏心事，没有什么可以忏悔的。万能的主啊，原谅这个罪人吧。阿门。用不着，根本没这个必要。准备射击，瞄准，射击。天谢地，总算死了。你怎么了？你想上军事法庭吗？你这个混蛋，想蹲监狱还是想服役？不行不行，主教阁下，不要过来！你不能到这个地方来，主教阁下，主教阁下，给我让开！主教阁下。上帝，我的上帝！
他还活着。我的孩子，亚生，亚生，以胜父生子的名义，你宽恕我吧，孩子。父亲，这样您的上帝给。满意了吧？主教大人，你还是回去吧。这种场面太悲惨了，啊！来，来，进来，我陪您回去吧。走吧，走吧。主教大人，您还是离开这个地方吧。走吧。死了，亚生。主教阁下，我送您回去吧。圣体和圣血的隆重节日，你们聚在这里参加这个庄严的节日，吃下圣饼，感激上帝给予的伟大恩惠。当然我很清楚，这个节日的早晨，当你们前来参加这盛大宴会，吃下受难者的圣体，你们会想起耶稣为拯救你们，生子耶稣受难而死。请告诉我，你们谁想到过圣父的受难？当圣父看到他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你们想过他的感觉吗？你们谁想到过圣父走下神座俯瞰众生时内心的痛苦？回答我，你们当中有谁能告诉我，世上众生的得救圣父是用什么代价换来的？不能。你们谁也不能够告诉我，可我请求你们想想这代价。这代价
比红宝石还昂贵，是血的代价。今天我在跟你们讲话，因为我是神父，得照顾你们的懦弱和凄苦，得照顾你们的孩子。当我眼看着那些孩子不得不死去，我的心不禁怜悯他们。随后我又望着我那亲爱的儿子的眼睛，我知道赎罪的血就在那里。我自己走了，留下他惨遭灭顶之灾。我抛下背负十字架的他，我的儿子，他是为你们死的，你们知道吗？是为你们死的。是啊，我能知道你们会用什么话回答我。不，不，再没有我的孩子了，再没有了，再也没有我的亚瑟了。我知道他不可能重新复活了。对，对，你们，是你们杀了他。你们听见吗？你们是一群狂吠的恶狗。你们想要血吗？这就是血，我儿子的血。对，我知道，你们这些人带着虚伪的面孔，带着一个罪恶的灵魂来这里向我忏悔。但是我问你们，你们得回答我，用他的死来换回你们的生命，这个代价值得吗？回答我，回答我。不，你们是从地狱里来的，你们知道吗？他是为你们而死的，你们才应该在罪恶中腐烂，而他应该活下来。不，你们听见吗？不，我在喊亚瑟，亚瑟，亚瑟，他不会听见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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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那么粗暴，为何久久忘不掉旧日的怨恨？你知道，那是因为我爱你。我怀着极大的幸福写出这句话。在你还是个难看的小姑娘时，我就爱上你了。那时，你穿着格子连衣裙，系着块皱巴巴的围巾，扎着根小辫儿，记得吗？我们在海边悬崖上念的那首诗，不论我活着还是我死去，我永远都是一只牛虻，快乐地飞来飞去。那天我偷偷地吻了你，当时你求我再也不要这样做，但今天我求你再次原谅我，因为我吻遍了这张纸上所有写着你名字的地方，也就是说，我吻过你两次，两次都没有得到你的同意。就这样吧，杂耍就要收场了。再见，我亲爱的。妈妈对我说过，在大海和蓝天交界的地方生活着永恒。什么叫永恒？很神圣吗？对，在大海和蓝天交界的地方，那地方太远了，说不定我们要飞一辈子。不要紧，就算需要一辈子，我们两个也要在一起飞。你会丢下我吗？绝不会的。你发誓？我将永远和你一起飞，发誓。现在轮到你发誓了。我发誓一辈子都做你朋友。太好了。你好，啊。他的爷爷被奥地利军队打死了。打死了？对。这孩子以后就都靠你们照顾了，他已经饿了一天了。弄点吃的。好吧，你跟他去。瓦里士，能让威尼斯人推迟起义吗？不能这样。
没能把武器运过去，完全是我们这方面的责任，不能因为我们失误影响起义的进程。这事儿让我再好好想想。多米尼克已经约好了威尼斯人明天集市上见面，他被抓了，只有我认识威尼斯人。你们掩护我明天去接头，叫他务必在两天之内把武器送到起义者那里去。最近小镇上密探特别多，只要有三个以上的人聚在一起，就会受到他们的盘查。说得对，可集市上有300人，他们就没法怀疑了。这我就不明白了，布留姆上校，你我认识也快15年了，如果我没记错，你以前总是劝我少在公共场合露面，可现在你为什么又忽然建议我在公共场合多走走呢？这个您还不明白吗，尊敬的主教大人？保佑你们大家，谢谢谢谢谢谢你们的鲜花，哎呀，这花多漂亮！谢谢谢谢谢谢你们。哦，马云西啊，马云西啊，你一下子长得这么高了，你奶奶的风湿病好点了吗？她的腿还是疼得很厉害。哦，我很难过。你们找医生给奶奶看过了吗？啊？奶奶说没有钱看病。回家告诉奶奶，改天我一定会带着医生来看望她。很高兴见到你，小姑娘，天主会保佑所有善良的人，我会为你们祈祷。哇，你一个人来的？什么？哦，不不不不，我和兄弟一起来的。好，来看看学校要点什么。威尼斯人在那儿拉着马在树底下。你看看，先生，想找个割草的吗？你会干什么？会犁地，先生。我会修篱笆，会干好多样地里的活。今天半夜里，你带10匹马去鹰牙山洞拿枪支，我在洞口等你。啊，先生，我还会收庄稼、割草、编草席。我只要割草的。你以前干过这个活吗？咋没干过？割草我可真是把老手。你记住，你们去的时候，身边一定得带上短枪和火药。奥地利军队已经在那一带加强巡逻了，很可能会撞上他们。很高兴为您干活，先生。行啊，一言为定，先生。那明天一早我就上工了啊！那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可怜可怜苦命的瞎子吧！你们看在圣母玛利亚的份上，巡逻队来了，赶快离开。神圣的天后，贞洁的圣女，是冲你来的，他们发现你了。可怜可怜吧，圣母会报答你的。可怜可怜一个瞎子吧，可怜可怜吧。辛苦了，辛苦了，快西瓜了，西瓜，快西瓜，西瓜，您看看这西瓜，您看看这西瓜，赖先生，您看看西瓜怎么样？你得躲躲，听着，你得赶快躲到山谷里去，我们带了枪可以掩护你。那不行，我不能让你们被抓走。靠在一起，大家都靠一靠，要靠拢我们的马，我们的马都在教堂边上拴着呢。现在我们分散走吧。在我动手之前，你们千万不要暴露，他们现在也许还没认出来，你们都要沉住气。
像是的。等我开了枪以后，其他的人再开枪，只要看到我扔帽子，大家赶紧上马，要一边打枪一边退，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停下来。他们来了。叫大人走开，你会被打死的。你们快点冲上去，抓住雷瓦雷什，保护主教大人。别过来。孩子，把枪放下，我会保护你的。把枪放下。别！别打！别打！别打他！别打他！别！别打他！不要打他！别打！你好，我是马尔提尼。啊，请进吧。您赶来了，谢谢。我一接到您的信，就知道这里情况不妙。为什么？也许是受里瓦烈士的影响，他有失败的预感。我介绍一下，马尔提尼先生，雷瓦烈士的好朋友。您好，坐吧。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当时我们真不知道他为什么不跑。我离他十来步远，
看得很清楚。现在人已经被他们抓走了，再讨论事情发生的经过也没有什么用了。要紧的是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他们把他关在哪儿？布里希盖拉古堡，后面是官人的监狱，前面就是警备司令部。这是古堡的地图。请过来坐吧，列瓦莱什先生，过来。回答我们的提问，你的姓名。上尉已经叫过我了，你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吗？哼，都这种时候了，你还耍嘴皮子？我奉劝你老实回答我，不要隐瞒任何细节，这样你可以得到宽待。需要重复一遍吗？里瓦里什，菲利斯·里瓦里什。年龄？31。什么职业？新闻记者。国籍是哪里？你们研究我这么久，难道还搞不清楚我的国籍吗？意大利、法兰西、英国或者巴西。你能告诉我你究竟是哪国人吗？我也搞不清。以后有时间探讨这个问题。那你为什么被捕呢？我能坐下吗，先生们？坐下吧。谢谢。告诉我那天你为什么被捕。你问我？这事我怎么知道？我去买点水果，你打了我，还抓我进来。你当时开了枪，打伤了我们的军官和情报人员，这是完全是胡说八道！你在瞎说！我要告你，我要告你，你等着吧！我要告你诬陷我！你这该死的家伙！得知道勒瓦雷什是在布里希盖拉受审，还是被押到拉温纳了？这个很难打听，我们在司令部里没人。找蟋蟀呢？他就是个普通狱卒。如果他真的被押送到拉温纳，那我们就可以中途把他劫走，同时也要想办法让他越狱。我们有这个能力吗？不管有没有能力，我们都要想尽办法试一试。就算是我亲弟弟反对，我也会毙了他。咱得走了，今晚无论如何也得把枪支取出来，交给那边的威尼斯人。要不里瓦里什他的牢就白坐了。如果路口设了关卡呢？那我们就不客气，刀枪剑了。万一出了事，谁去救列瓦利什？波勒夫人，您放心，我们会非常小心的。列瓦利什救过我的命，我得还他一命。我发誓。你一定要小心。走吧，米歇尔，等一下，你去跟蟋蟀说，有关里瓦烈士的任何消息，及时告诉我。我知道。
更高兴了。你这是干嘛呢？好，亲爱的先生，我请，我们再喝一杯，喝一杯。出口就在这个山坡上，离城堡太近了，卫兵很可能看见，只有晚上才能出来。这个古城堡是200年前修建起来的，这条地道直通山顶的塔楼，不知道什么原因，塔楼一直没有建成，地道就被人给忘了。地道里面怎么样？蟋蟀说这条地道一共有50多米长，安东尼昨晚钻进去看了一下，里边倒是通的，通向监狱院子的地道口有道铁门，到时候蟋蟀会打开铁门。真是太感谢你们了。还有一个问题比较复杂，列瓦列是锯断4根铁栏杆，最少需要7个小时到8个小时，要是声音被狱警听见，那就会前功尽弃。七的，请他帮忙，让他带上一班人在监狱外面演出，吸引狱警的注意力。这是个好主意，可是上哪儿去找他呢？我能找到他，他迟早要被他那个革命害死的。怎么样，这话我早说过。说吧，你们找我干什么？要你跳舞。要我跳舞？跳舞能救菲利斯？马都准备好了？没问题。列瓦里是喜欢好马，我选了一匹他熟悉的马。准备在哪里换车？就在山口，有车等着。希望里卡尔多大夫及时赶到。您就放心吧，已经带信给他，他一定会准时在那里等候的。马已经来了。代价再大，我们也会把他救出来。我也一起去。您